说吧。长官，快两个小时了，他怎么能停啊？他都昏死好几次了，这小孩都哭昏两次了，他就是不说。长官，他不会真没事吧？如果你要是秦天亮，知道自己的老婆孩子这样，你会怎么办？那后果有两种。他要真是共产党，那就不用说了。他要不是，他会不会就借此机会投了？共产党。我们上当了。如果秦天亮真那样的话，姓顾的一定会把屎盆子往我头上扣。他是两头都有话说。这个老狐狸。那怎么办？不要打了，先关起来再说。是。这个傅德芳，我以前没听说过，他不可能是我们的。那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？我怎么能是共产党呢？我男朋友陈大明是35军的，我给35军发电报，就这样，他们说我通共。秦太太，你怎么也被怀疑了？他们说秦科长是共产党，都是那个老鹰搞的鬼。他和顾司令不和，就说我们是共产党，拿我们下手，就是想把顾司令给搞下去。司令，这是台北发给傅德芳的嘉奖令。这个嘉奖令就是给姓英的一个大嘴巴，他想用我的人整我，他没想到搬起的石头会砸了他自己的脚。可惜嘉奖令来晚了，5月1号海南沦陷，陈大明殉国了。那这个嘉奖令就更有分量。给国防部写个申请报告，要求把陈大明的遗体运到岛上来，没有遗体遗物也行，在岛上找一个风水好的地方给他修一个墓。我就是要大张旗鼓的树傅德芳这个典型。是。这个老东西，我本来想用傅德芳的事压他，可是我没想到这老东西反咬我一口，还要给那个傅德芳申请嘉奖令，还要申请陈大明的尸骨。现在傅德芳成有情有义的典型了，
这屁股咱得自己擦了。你去把人给我送过去，做点解释。我不信抓不住这老东西的辫子。您放心，这事儿我一定处理好。我知道了。以后您再跟这个姓顾的斗，您得多长几个心眼儿。你是在教育我吗？不是这个意思。大。进来。误会，完全是误会，请顾司令您多谅解。都是为党国效劳嘛，顾司令，你肯定不会为难属下吧？我们都在一个岛上工作，还得互相支持，精诚团结。相互支持，精神团结。我的人到了你们行动小组，就成了共产党了。你让我怎么支持你们？下不为例，一定。你知不知道，陈大明已经在海南岛殉国了。这件事如果让新闻界捅到社会上去，什么后果？司令，您千万得封锁消息。这消息要是传出去，那我们是真担不起。还请顾司令您高抬贵手。这个手我。我们不舍得，我们这就把人给您送回去。你们把他打成了那个样子。我怎么向潜伏的同仁交代？怎么向眷属们交代？这个，我们负责治伤。你们负责治伤，谁负责治心？还请顾司令您多担待。司令让你去英长官那儿把梁晴带回来。他们肯定动刑了。人都被打了，以前大家都认识，关系都不错，我怎么有脸去接人家？司令说，人虽然被打了，可是他为了把人要回来，费了不少力气啊。梁晴和小天带走了，这一整夜都没回来呢。秦太太还有孩子很快就回家。那人呢？他们人哪去了？你们怎么对待他们？你们在里面风花雪月的，我们呢？我们怎么生活？还我们男人！还我们男人！喂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放开！各位太太，有什么话对我说。你算老几呀？你说话算数吗？叫姓顾的出来，我们找顾司令说话，他不出来我们就不走，赶快放人，还我们男人。反了，都他妈反了，这就是帮没头脑的蠢货，一帮臭娘们。这帮娘们守寡守逆嘛，去把那梁晴放了。真放了？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放。是。啊！放手！你们冷静一点！快点！站住！成什么样子了？不成体统。顾司令，秦太太和她孩子被你们抓走了，这什么意思？
把我们这些女人当人质啊？南京，你们都是国军的家属，怎么会把你们当人质呢？话是不可以乱讲的。那还有男人呢？这生不见人，死不见尸的，这日子没法活了。静静静静，这样，我安排人给你们录音，把你们想说的话都录下来，送到大陆，送到你们丈夫的手里，这样总可以了吧？那我们什么话都可以说吗？当然了，你们想说什么就说什么。你们先回去吧。那你说话算数啊？你们先回去，给你们录下来送走，可以了吧？这还差不多，走吧。回去吧，回去吧，散了吧。没消息了吗？死鬼呀、啊！你什么时候回来呀、啊？你不一直想着我生个孩子吗？咱俩在大路上，这个愿望就没实现，看来这辈子是没有希望了。死鬼啊，你回来吧！你回来，其他的咱们什么都不要了，我只要和你在一起。水洲。原来我们俩老吵架，后来到岛上了以后，我仔细一想，可能有时候都是我的错。你快回来吧，我以后再也不跟你吵了。我现在保证。以后我什么都听你的。水洲，我错了，你快回来。哎呀，秦太太，让你受委屈了。本来啊，我就是想你聊聊天儿，没想到发生这样的事情。哎呀，我知道你对我有意见，嗯，咱们都是为了党国的大业，吃点亏就吃点亏吧。让你来录个音，主要是为了让天亮听了以后，能在大陆更加安心、更加踏实的工作，早日光复大陆，早日团聚，是不是？啊，顾司令，你想让我说什么？随便说什么都行。啊，好嘞。是。梁婷面对着录音机，她明白顾宪章所做的这一切的真实用意。天亮，我和孩子都好，放心吧。爸爸，我和妈妈想你。江湖人做生意，江水洲偏不听。
只要不是共产党，也好办。江湖人嘛，有钱就能摆平。这个江水洲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成不了大事。那咱们也不能不管呢，万一被共产党弄到手，那可就坏咱们大事了。好啊，准备钱吧。一号，咱们上哪儿弄钱去？我们潜伏有半年了吧，经费跟不上，这帮王八蛋也都在忙什么呢？再不给经费，我看你我真得钻山了。好了，发牢骚也没有用。朱典，钱我来想办法。顾宪章不会又耍什么花招吧？要把这里的情况尽量向上级反映。老人现在监听电台是不能用的。正好，现在有很多海南岛办下来的败兵，海上的情况比较乱，消息可以从海上输出去。越快，好，我马上把消息传递出去。还有，梁琴，这拜托你。我知道该怎么。基地广播电台，基地广播电台，下面播放老家寻人通知，重庆一号。二号、三号，你们还好吗？老家人很想念你们，你们的亲人也在思念你们。基地广播电台为了解决你们相思之苦，特意录制了你们亲人的节目，请锁定老家电台的频率。子奎啊，你回来吧，你回来，其他的咱们什么都不要了。这是杜富春的太太。再见。我向你保证，以后我什么都听你的。这是江水洲的太太。我和孩子都好，放心吧。这是梁晴。台北的长波电台，我们的情报部门收集的，录了音。你说，他们这么做是什么意思？啊，他们这么做也是一种呼叫方式，想用基地的家属来控制这边的潜伏人员，同时。顾宪章在提醒我，梁琴跟孩子在他们的手上，让我乖乖的听他们的话。看来那边对这边的潜伏特务快要失控了，江水洲被我们控制了。什么意思？洪团长，到。我交给你个任务。谭所长搜查过，并且做了工作，从一个清洁工的手里，确实找到了第三个。
么五行六行的？一看你这手就是摸过枪的人。这么说，你也行武？中央军二十五师。中央军的？嗯。牛啊！牛什么呀？淞沪会战都快死绝了，番号都给撤销了。哎，我就打着包回家了。那你跟着这是？我现在是袍哥的人，做膀子眼线，其实也就是混个身份。你说要不像谁干这个？哎呀，哎，想不想干个大的？你还有买卖？大买卖，有钱赚的。大买卖，怎么样？考虑考虑，跟你们袍哥老大商量商量，搭个桥，引个线，这买卖要是成了，钱少不了你的。六排在，送客。请。兄弟，还得委屈你。没事儿，咱们都是自家人。人拿下了，这只是我们诱惑敌人的第一步，别把戏演砸了。是，团长。一号，这么晚了，又出什么事了？干嘛这么一惊一乍的？都什么时候了，怎么还这么不成熟啊？我能不急吗？江水洲和半仙到现在还在那帮袍哥手里。他们要是把他俩交给共产党，那咱们可就没好日子过了。老 A 消息，秦天亮出来了。他没事了？哼，看来这小子还挺能扛啊。他能不能扛那是他自己的事儿，跟我们无关。出这口气就交给秦天亮了。你去赎人，让秦亮在外面搭你一把，哎，别偷鸡不成丢把米啊！好，我现在就去会会秦天亮那小子。来，记住了，一定要多加小心，这小子可刚出来，弄不好暗中啊有人盯着他呢。我明白，这个我在行。
请。老实点。这位兄弟，尊姓大名啊？废话少说吧，两根金条，把我这两个兄弟放了，再把那些枪支弹药还给我们。两根金条就想带走两个人，我们袍哥的命就这么不值钱吗？金条我留下，人你可以带走，那些家伙吧，我们留下了。你这么干是不是有点太不仗义了？那些家伙少说也值十几根金条。少把钱挂在嘴边，你们是国军，下次仗义点啊。都完了，不好了，来了一群公安，是冲咱们来的。你可真够仗义的，怎么把解放军给我引来了？这事儿我怎么知道？怎么办啊？后门，快走，兄弟们快跑。这事是我安排的，来的人是秦天亮。他人呢？秦天亮今天要是不来救咱们，就咱们仨，今天谁也别想走出去。那帮人是不会轻易放过咱们的。匪徒从后门逃跑了，你们快去追，这交给我了。你们到底干什么呢？啊？天亮，天亮，我们让人绑架了。你看这兄弟。这耳朵都不知道让人搁哪儿去了，耳朵给我搁给我扔的都找不着了，我这到现在没说，我还疼呢。是你把袍哥干的，他们从后门跑了。天亮，你可得给我们报仇啊！我们完到最后是死阴沟里了，我把我耳朵给我找回来。报个屁仇！瞧你们这些德行啊！你跟江湖人打什么交道啊？亏了你们还是保密局出来的人。啥都别说了，我们这也是疾病乱投医。本来想这次任务能够露个脸，没想到栽在一群王八蛋手。我跟你们说什么来着？啊，每次行动先通知我，通知我。我今天要是不来，你们谁都豁得出去。通知你，你上哪儿去了？上哪儿找你去了？还有一件事要问你们呢。李和家那颗手雷，谁扔的？啊！什么自己人？那颗手雷差点让共产党毙了我！这叫啥呀？这是一号下的命令，说是那样做是为了保护你和老 A。放屁！你们知道老 A 是谁啊？那个马友仪，也许是吧。我只听说他还被关着呢。他是不是啊？你他妈怎么知道他是不是？他没有主动跟我联络，他是不是跟我有什么关系？那咱怎么办？现在？还不赶紧滚！滚！一号约你，晚上老地方见。哟，秦科长，秦科长辛苦了。哈哈，今天约你来，就是想给你压压惊。别说这些虚的。你说啊，这次多危险呐！老 A 怎么回事啊？这不露面就不露面了，这关键时候也不出手搭救一把。别生气，老 A 呀，是咱们上线，见不见咱说了不算。再说了，咱们是在明处，人家是在暗处啊。老 A 又是跟基地单线联系的人。你说咱能说了算吗？行，就这么瞎折腾下去吧。咱们呀，早晚他们要完蛋。兄弟，别说这泄气话啊！你最近的表现，我已经向基地反映了，准备给你请功。哎，等反攻胜利了，你肯定能升官，连升三级。老杜，别说这没用了，当务之急，赶紧想办法跟老 A 联系上，咱们起码要保证情报畅通啊，要不然我们做什么都失利了。你放心，我会想尽一切办法跟老 A 联系上，好吧？看来咱们可真是一条船上的啊，有你这策应，我们这心里可
可踏实多了，啊，是不是？对、啊。报告，进来。司令，这是天下一号小组那边报上来的单子，您看，可不少啊。过可以呀、啊，十部电台，两辆汽车，30个人用的办公桌椅，好，我这是想搞一个司令部，这是。这是他的副官张锦山，你的单子。骗人头费，中饱私囊啊！都给他。单子你留着，将来我找他们算账。咱们的电台也该换了，现在用的都是从大陆带来的老电台。这回，咱们也弄点正牌的美国货，都从他们账上走。嗯，把换剩下的老电台都送给他们。是。请进。怎么了，小芳？汪姐，新电台我不想换。为什么？这部电台从我进保密局的时候就一直用，每次和大明联系的时候都用它，每次收大明的电报的时候也是用它，现在大明也不知道怎么样了，我就这么点念想了。难为你那么痴心。行，这件事情我去跟司令说。那新电台让詹主任拿回去，组长您给签个字吧。我看不必了吧，听说这新电台是以天下一号小组的名义购置的，是詹主任给我们更新了设备，这样拿回去不太好吧？那我们怎么办呀？嗯，这样吧，你把新电台搁在我这儿，我从备用电台当中转个旧的顶上。嗯，谢谢姐。司令，海南那边部队来电，陈大明的尸体没法带，只找了些遗物，以现在的形势看，这已经算不错了。海南一溃千里，很多活着的人都没撤下来啊。能这样就已经不错了。您看这事儿怎么和傅德芳开口啊？他现在情绪怎么样啊？身体的伤是好了，可心里的伤难医啊，看起来心神不宁的，发报总出错。那就先把他的工作停下来。司令，电报组就汪兰和傅德芳两个人是成熟，您别小看这电报员，优秀的人才要在1分钟内发射120个摩斯电码，而且每个人的手法都不同，就像人的口音，有经验的人一听就知道是谁在发报，点短音和长滑音每个人的习惯都不同，汪兰和傅德芳技术是最成熟的。我说老鹰为什么要把汪兰给挖过去啊？快点，你们跟上，后边。这是从海南撤下来的败兵啊！哼，我已经跟国防部打过招呼了，我是搞情报的，不是打仗的，不需要军队，结果还是给弄到这儿来了。司令，我听说从海南撤下来7-8万人，没有大船，很多人都是坐的渔船，根本到不了台北，只能到这儿来了。这岛上又来了一群废物，他们都是来抢食的。进来。长官，您找我。看看这个。国防部回电了，让我们在这些败兵里边选一些精兵，组成敢死队。长官，
这些都是败兵残残将啊，咱们应该要的是精精兵强强将啊。我就不信了，数千人当中就选不出来几个精兵吗？你去选，军官优先考虑，千万别忘了把他们的档案同时调过来，就地销毁。明白了，就是要他们没有身份，谁也查不出来。基地的电台调好了吗？到了，有十台。不过什么？基地把他们的电台都换成了新的，把淘汰的给咱们了。又是那个姓顾的吧？到处挖我的墙角。我们没付钱，是姓顾的垫的钱。咱们有苦说不出。不过没关系，我有耐心。等我有一天拿到了天下一号的模板，到时候整个基地的人和设备都是咱们的，都会在咱们的掌控之下。长官，您要是这么想，那没事儿，那我去了。挑人的事儿要抓紧。是。你什么人啊？159师少校参谋。怎么了？你的特长是？爆破、发报、制定作战计划。都败在这荒岛上了，特长还有个屁用啊，是不是？是。如果有人愿意用你，你愿意干吗？我没听错吧？像我们这残兵败将，还有谁能用啊？当参谋的，你会用枪吗？
你跟我走。